工程部队做好一切战斗准备，请首长指示。好，我们的同志已经进入了城里，去和104师师长林志文进行联络，到现在还没有最后消息。您的部队原地待命。是。师座，夫人和小姐都已经安全地送出去了。师座放心，绝对安全。我亲自送他们出了城才回来。寡爷，谢谢你。师座，为党国尽忠，我田广元在所不惜。我一定追随师座左右，与共军拼尽最后一颗子弹。弟兄们，这最后一场仗能不打就最好不打。今天的局势已经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，我不想为了一个愚忠连累了众兄弟的性命，所以我决定电令全国起义，让共军进城。师父，你不能这样。志文会起义吗？我一个人进去，你在外面。如果20分钟不出来，就证明起义失败了。你让天空打3发蓝色信号弹，通知部队提前发起总攻。是。寡人，你这是何苦？师座。兵临城下，大敌当前，这是你我为党国尽忠之时。可是你听共军的蛊惑，要投降共军，陷众兄弟于不忠不义。我田广元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毁掉自己的一世英名啊！师座，我告诉你，这场仗打与不打，我们都已经输了。未得到消息，只要我们再坚守一天，85师就会增援我们，一举击溃共军。85师。已在半道被共军合围，缴械投降了。不可能，狼处长明明说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师父，事到如今，我就明说了吧。我本来就是保民局3处的。狼处长说了，只要您再坚守一天，他一定保证夫人和小姐的安全。你，哎呀，师父，我们单独待着。师座，请师座下令，向共军阵地发起总攻吧。田广元，你知道，我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我这帮兄弟，你告诉郎景天，我愿意以自己的一死来换取我妻儿的性命。师座，师座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连连长石岩，我此次来的任务是配合你师部和平起义。可是你打死了我妻子和我的女儿。林师长，
现在距离我军总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希望林师长以大局为重。你现在可以开枪打死，但是我希望你想清楚，江城这几十万老百姓的命和你手底这几千名的弟兄，打死我之后依然朝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，宣布104师起义，江城解放。林志文正式通电宣布叛党投敌了。什么时候？刚刚宣布，共军的先头部队马上要进城了。林志文这个孬种，去把他老婆孩子就地处决。是。预定爆炸目标的炸药都安完了吗？正在抓紧实施，不过负责监督的美国专家已经开始撤离，全部安装完成恐怕是来不及了。准备留下的特别行动小组已经在天主教堂集中。侯静婷在哪儿？他正在赶来的路上，天亮以前到达。马上备车。是。这次战略性撤退需要你们留下来组成反攻救国军，坚持游击战。我代表国防部保密局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你们都是最忠于领袖的勇士，是党国的骄傲。你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，我们有美国盟友的支持，一定会很快打回来的。我给你们准备了先进的武器，配备了最优秀的指挥人员，你们要牢牢地记住，如果让共军不战而胜之的阴谋得逞，我们最终都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成功，继承人。不成功，继承人。睡啊！我看您还没回来，都有点担心了。您上哪儿去？去学校。学校今天晚上有活动。深更半夜有什么活动啊？是学习小组自己组织的活动。外面这么乱，别乱跑，待在家里，哪也不许去。妈，回你屋去。
这是解放的春雷，将成天就要亮了。我舅舅向我进城说，路上到处都是中央军的逃兵。皮子那些作威作福的大官们，都像丧家之犬一样，能跑的都跑了。高思明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迎接江城解放做点什么？咱们先把迎接解放军大横幅写好，今天晚上就挂到学校门口去。现在咱们赶紧要找到地下党的负责人，马上安排和林志文的交接事宜。好像就是这边，走。高思明，我刚刚路过学校后面的教堂，发现那儿有灯光来回闪动，我觉得好奇怪。自从马丁生我回国以后，那儿早就没人住了。走，咱们去看看去。我特意从保密局要来一个少校，担任特别行动小组的大队长，负责指挥你们的统一行动。二位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家。啊，我们家就在前面。现在是战乱时期，共军已经打过来了。你们二位乱串什么？我看，你二位像是共军的奸细。这怎么会呢？我们兄弟二人是做生意的，常年在外奔波，这不听说打仗了，回家看看。老弟，你是哪部分的？老子哪部分都不是，当官的他娘的都跑了，现在谁还管谁啊？老弟，这点钱拿去给兄弟们买烟吧。大哥，看来他们的油水还真不少呢。那好吧，咱们先干掉他们，然后得来的财富，兄弟们各有一份。撤！走！长官，是我们首领。我们二人是做生意的，回家的途中碰到了这帮兵痞的打劫，多亏了各位长官救我们，谢谢，谢谢。
哥，安提解放军是不是已经怀疑上我们？不会，我们没有露出破绽。老乡，请等一下。长官，有什么事吗？老乡，听说你们是本地人，也要进城去啊？是啊。好，我们团首长召集赶进城去执行任务。需要我们怎么效劳吗？你们一定熟悉进城的路吧？我们正好需要个向导，就跟我们一起进城吧，这样路上你们也安全些。太好了，行吧。杨处长，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接管南城，城里的宪兵部队哗变，只剩下一个排子顽强抵抗，共军很快就打到这儿来了。大家注意听着，现在情况有变，共军马上就要进城。为了保存实力，我决定留下一个小组进侯队长，一个小组就地分散撤离。哪个组留下？报告。第二行动小组愿意留下，接应侯队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李虎。好，你顾全大局，置生死于度外，精神可嘉。现在我命令第二行动小组留下接应侯队长，其余各小组就地分散隐蔽潜伏，注意接收行动二号。一旦接到命令，按照指示统一行动。是。我记住你了，任务完成后必有嘉奖，为党国尽忠，死而后已。好，老处长，我们怎么跟侯队长联络？这里没人认识他。侯队长身上有国防部保密局的委任状，另外你们按照第一套联络方案接头。是。石岩同志，104师宣布起义，正面防线的战斗已经停止了，现在城区留下的零星敌人已经无法组织对我们的抵抗，重要的工厂司法的组织都接管了，在正式移交以前，会有人日夜守候战场，防止敌人破坏。刚刚负责江城大学保卫的同志来说，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教堂里就有一些人出出进进，很可能是一小股敌人在破坏，我们要去查看一下。是。同志们，为了尽快接管这个城区，上级指示我们需要马上成立军管会，部队方面派了一个叫高振江的同志来负责。高振江，怎么，你们认识？报告，高振江同志是我们团副政委。太好了。军，你以为这一仗他们打得赢了？这只是刚刚开始。处长，还是别失望。早早的就埋伏下了这支骑兵，这只是第一招棋，他们的作用是四处骚扰，八面出击，让共产党日夜不得安宁。这最致命的武器还在这儿呢。变化不大。教官，你也是江城人啊？哎，好多年都没回来了。教官，你要去的地方呢？我去。
前面就是了。我们兄弟两个人赶着回家，告辞了。好，那你们忙吧。好，请。在这动手。共军已经把我们包围了，那我们要是再不逃就完蛋了。我不管了，看谁敢拦着我。我现在就去把那帮小偷崽子全部干掉，干掉他们，咱们就撤。好，我看谁敢动。你想害死我们吗？跟保密局的队长接头是我们的任务。什么狗屁队长，说不定已经让共军给干掉了。处长，我们可不能在这坐以待毙啊，这是不是？谁要逃跑就是逃兵，违者格杀勿论。原来他们大概有100多人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前一阵大部分都走了，只留下了一小部分，而且他们手里都拿着枪。小伙子，没时间跟你废话，两个问题：一，进到教堂怎么和里面特务接头；二，接头暗号什么？
等的人终于来了。哎，共产党能干掉我吗？咱们这儿的弟兄一共有多少个？我们几个都奉命在这儿等着你。楼上的弟兄辛苦了。哎，别动，还没说暗号呢。猴子，我这儿暗号好几套，你想去哪套？分别安全在教堂，教堂外围不留路上，注意警戒。大部队到达之前，就守在这儿。是。
我想报名参加解放军。叫什么？高思明，是江城大学的学生。毕业再说。江城连续发生了几起破坏事件，虽然后果不是那么严重，但是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啊！报告，进来。史岩同志，独立四师一团二营侦察连连长史岩前来报道。请坐。首长们在开会，我还是在门口等会儿吧。干嘛在外面等啊？这个会和你们有关系，坐吧。是。来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都是军管会负责治安的同志，这位是促使幺零四师起义的大功臣，石岩同志，欢迎。报告首长，高副政委目前还在医院。坐吧。是。他的伤口有点感染，住几天院就该出来了。我们还是谈正题吧。根据我们的情报，保密局在撤退的时候留下了一支所谓的反共救国军，人数并不多，但是他们配备了十分精良的武器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特务的行动十分隐蔽，他们划分了十几个小组，互相之间都没有联系。唯一一个知道名单的，那就是被石岩同志抓到的那个保密局特别行动处的少校侯幸廷。根据我们江城反特工作的重要性，我特地向上级请调了石岩同志来协助我们工作，啊，大家再次欢迎。怎么，不愿意啊？报告首长，请问敌人这支部队一共有多少人？这具体的数字呢，还不清楚。光这支救国军，大概有100多号人吧。请各位首长放心，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侦察连。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全部歼灭。
哟，石岩同志，这个反特工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啊！啊！石岩同志，过来。你看看，这大街上人来人往的，哪不是敌人？看不见的敌人呢？对，报告首长，我是搞侦查工作的，我所擅长的是在敌后抓舌头，搞情报，搞侦查。您现在把我叫过来，我抓这些看不见的敌人。啊，不想留下，坚决服从组织决定。真打算留下来啊？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从北方打到南方，解放中国每一个角落。废话，团长都下命令了，我抗命不成啊？来，这胡说，愿不愿意跟我留在江城抓特务？愿意。好，告诉你们啊，尽快把江城特务抓干净了，没准咱还能赶回前线打仗呢。听我命，跑步直接回连部，跑步走。侯敬亭，江湖上人称侯老大，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少校军情，在行动处曾经主持过绑架、暗杀、破坏一系列秘密行动，为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。我姓洪，军管会负责处理江城反特工作。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。我们知道保密局江城站在撤退以前潜伏下一支所谓的反共救国军，他们以行动小组为单位，他们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代号和行动计划，互相之间没有联系，只和你单线联系。现在我要你把他们的暗号和联络方式以及行动计划交代清楚，争取人民政府对你的宽大处理。说吧。好了，能不能够按我的方式对他进行审问？
和你在战场上遇到的敌人不一样了，一定要救活他。是。